个像是小棉被一样，然后里面是铺棉，对，历年不败经典风的精品。没错，然后是155公分，然后它这里的话做了一个开枪，我觉得就可以让你比较出整个人，就是它缝起来的话，你就觉得真的只有腿部那边，嗯，就很大一片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太厚，就是身材比例会比较不好。对，但还有这个分开叉，就加分。它这个超短是这样子铺棉的。嗯，内裤，然后它是这样子一层一层车缝，所以你也不用怕说你去洗了啊，它会一坨在这边，就是它是分开的。嗯，它的袖子也够宽大，所以你里面穿大学 T 也是袖的衣服。台湾的冬天如果没有寒流来的话，其实就算寒流来，我觉得这一件就够了。我就是特别特别再来下沙争取到这个价格，就是要来推荐给大家，是不是大家都应该要拥有啊？我觉得如果你的衣服都是浅色的话，可以带杏色，也会很好搭，造型感够。然后如果没有这么冷的话，我里面就是穿短版的，后面再搭一件这个啊，就是你可以露一点点腰嘛，你可以穿短短的，或者是说里面可以穿短袖的、啊，嗯，不是都会有一些短袖的衣服，那你外面再搭一件这个，好看。然后这个是骑机车防风也 OK 的，是的，超喜欢它。真的要室内会想要脱外套，然后如果你是穿那种很厚的羽绒外套，你都一大坨在身上，这就会比较轻便一点，对，它很轻，它不重。厂商没有变，品质没有变，款式没有变，依旧是最棒的它。看一下内里，有铺棉，对，然后整个袖子都是都铺，而且它有做车缝，对。配色也都是有跟色，跟色的漂亮，跟色的，对，美拉咖啡色，咖啡色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我觉得咖啡色配原色的，我觉得都很好看，因为瘦瘦男生也会想穿，对啊，因为那种瘦瘦男生，因为他是一种衬衫型的，是衬衫型的男生又超爱，年轻男生是不是都喜欢穿衬衫？肉肉的男生也会。